学堂江苏的南通、苏州、浙江的嘉兴，都变成上海哦，上海要拿搿眼地方吃脱。了。哎，那个，这个不是人家瞎讲的，人家讲的哦。老有道理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申请养舅。前几天我在黄浦区碰到一位老鸭蒜，他说以后上海16个区会并成10个区，比方说虹口和黄浦合并，长宁和普陀合并等等等等啊。甚至他还说啊，以后嘉兴啊，或者说是苏州都会并到上海来，那以后上海可以说是厉害的不得了的。至于你们信不信？他一块土地卖脱，几钿啊？2平方，29万7千块。我讲就不动迁嘛，动迁好以后就卖拨了那个开发商，开发商1平方19万7千，结棍嘛。造好房子卖几钿啊？那地皮价已经19万多了，造好要几钿啊？没35万了，开发商7千8分啊。搿地皮值钞票呀，对勿啦？我这块地我要结棍，这块地不外滩好了，你看外滩、南京路、人民广场、城隍庙、地铁广场啊，还是挺方便吧？这块地都没35万，能光票？那侬讲搿只地段好还是宝雅台好？不到一块好了，哎，你要到外边啊？到外滩去，他跑不起来，那你跑过来烧呀？谁来搿搭附近呀？哦，对了对了。嗯。哎，搿么为啥要拿市区的人就讲，侪统统赶到郊区开发郊区呢？搿是啥道理？侬晓得伐？搿也就是个要开发其他五大城市的经济啊，哦，开发五大城市的经济。哎，宋江了、嘉兴了，搿啊，种文艺，搿种地方也开发起来呀。现在黄浦区要进虹口区，划拨黄浦区了呀。虹口区划拨黄浦区啊？哎，我哪不晓得？哪交关来了，那么信息侪有啊。搿人大家概侪，小道消息，哎，对我伐？小了嘛，人家将来16个区变成10个区啊。哎，黄浦区还进来芦荟区，还进来南市区，啊，吃脱现在被嘞。黄浦区吃掉，哦，要拿虹口区吃脱。嗯，哦，搿黄塘黄浦区大嘞。黄浦区大了，黄浦区本身原来就小了，对吧？对个呀，嗯，亚叔，侬是听啥人讲啊？啊，侬听啥人讲啊？阿拉群里向大家侪有在讲闲话，是吧？对吧？嗯。哦，搿我倒勿晓得嘛。虹口帮黄浦合并，倒也是强强联手哦，对吧？那是16个区变成10个区啊，十那六么个复区杂，变成10个区啊？嗯，那么还有啥区要并哎，脱呢？交关了，侬晓得吧？啊，有啊，小王，阿拉侪有，啊，翻翻看，还有啥区要并脱？搿么子倒蛮好白相。9个区个大，宝山大唐、啊，庙王、张庙合并，新的9个区。静安帮宝山、庙王、张庙，哦，侪是宝山搿眼地方那的，成立新静安区。黄浦区虹口合并。黄浦帮虹口合并，那再加上宝山的松南、松南、高井、高井。松柏成立新黄浦区。哦，搿么宝山区没嘞？哎，宝宝山山区区没嘞。一半拨黄浦，一半拨静静安呢？宝山安。啊。拨大唐，宝山的大唐拨了静安区了。大唐拨静安区，普陀区把长宁合并了，哦，普陀帮长宁合并，是吧？刚刚青浦、再讲嘉个定、清嘉定、南阳、南阳，邦桥、正兴成立新的虹桥区，虹就桥虹区，桥。哦，等于像浦东新区一样，虹桥新那么。区，嘉定呢，变成了南翔、邦桥、正捷、正兴，到宝山区，啊，张庙这些合并，成了新的嘉定、奉贤、那金山、文渊划拨闵金行、山，闵行，浦江，哦，成了新的奉贤地区；松江、丰泾合并成了新的松江；松，崇明就是杨浦、浦东浦东合并，合并，三个合并。哦，以上呢，16个区变成了10个区。黄浦、静安、杨浦、徐汇，下头要拼了，下趟江苏的南通、苏州、浙江的嘉兴，都变成上海了。哦，上海要拿搿眼地方吃脱。哎，那个，这个不是人家瞎讲的，人家讲的哦，老有道理的，是吧？是吧？
哎呦，搿哦，他们上海的好发像是展越来越多，勿都得是了，人勿家得了，苏州都拉过来了。苏州都拉过来啊！苏州，你看像讲苏州勿大可能，苏州哎，是呀，上一天堂，下一苏杭，是苏呀。杭比侬上海那么。讲苏州历史比上海要久哎，我搿勿大意思。昆山倒有意思，就哪能介对经济发展有利，就哪能介上，对对伐？呀，嘉兴啊，不过来，对伐？嘉兴也是好地方。嘉兴也是好地方。啊，嘉兴，嘉兴啊，啊，在嘉兴，交关上海走。人买房子投资到嘉兴老多的。有没有火柴呀？没。那我问侬，那现在如果讲搬脱了，那不搬叫，到啥地方去啊？叫做嫁房子啊？也不是拨侬房子嘛。不能房子没来嘞。那房子找好先了没嫁啦？呀，找好没，纸头还没拨侬嘞。哦，搿只流程有段先辰叫光你嫁房子住在外头3个号头再讲。那么借房子搿钞票呢？侬自家拿出来。那么我问侬，搿借房子钞票最后会得拨㑚伐？呀，伊就3万块里，就是讲住房费呀，3万块行里，3万块行里外头借多少辰光？借房子，借你多不少？跟侬借多少？就3万块行里，3万块行里，借了少侬本事，哎，借了多侬自家没出。哎。哦，哦，是搿能介个，嗯，就是搿个，人家搿静安区挺好，静安区好静啥安物事？区政府每家人家出一家人家，现钞5、3万去打侬账高头，是伐？哎，哎，搿倒蛮好个嘛。是好，这个就政府就是讲，整个人道主义了。哦，伊每个区侪勿一样个，对伐？没有没有，过去静安区就好，静安区条好。件好。哎，亚叔侬晓得伐？静安区有得原汁原味个，哪有伐？没，那个店嘛。哦。